靓女身上曝光，宅男网疯传。呢辑婚纱相一出，宅男即刻跪低，大叫新疆维纳斯啊！佢十六岁就做 part time model， 今年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嘅招生考试，即刻被影视公司睇中。人红就是非多噶啦，俾人话佢系富二代，又话佢有幕后推手，仲话佢入北影系内定噶。不过生得咁靓，有人妒忌都系好正常嘅。